Hey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讲一下关于 iOS 的事情。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iOS，iOS 是一套我在2016年开始开发的开源云端桌面作业系统，它可以被安装在数码派旧的 Windows PC 或者是 X86 的 Thin Client 上面，当成个人的云端硬碟或家用影音平台来使用。由于最近用户人数开始变多，还有很多人来问关于这套系统的安装教学、使用方法之类的，所以我就直接拍了这个系列的影片，让大家可以直接了解到 iOS 的一些基本使用方法。如果你看完这个系列的影片之后，还是对我们这套系统的使用方法或二次开发有疑问，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邮箱或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，直接与我们的开发者发问。那这段影片就先到这里了。